学一个呢？一缸是属于一缸，我们试看看。应该吧。啊，好，就直接吃啦。随便啦。是你的菜吗？还好。不失礼貌的是还好。这好吗？随便你的。比我想象中好吃。不是青椒，是青龙的。青龙是什么？对，那个韩式的，不是我会烤那个绿色的那个长长的，像那个大椒那种。啊。然后还有就牛肉配上葱。你觉得东西配上葱都好吃哦，蛮多汁的。嗨大家，怎么样？刚那家还 OK 吗？还 OK 啊，还算好吃啦。但是大家如果要吃这种店的话，就要秉持着它出菜很慢，然后吃不饱，但其实是好吃的。如果就是现在我要再去吃别的东西，还是有点饿。